恶雷头阿托利。哎呦我寂寞，寂寞太狂了，寂寞寂寞。再收一波，快点参战。跟我奥纳夫一级对撸，谢谢 Jacky 82039的飞机。我们来个皮孩吧，先。行动吧！学个一技能。看看啊，还有一分钟开奖了啊！最后一分钟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直播间有个2000的抽奖，可以来碰碰运气啊！积木太狂了，积木！啥意思呀、啊，积木？积木！哎呦我积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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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闪可以。瞒着，来吧，瞒着，兵有点多，等他交易。哎呦，我瞒着，瞒着是吧？瞒着，瞒着，瞒着，瞒着。哎呀，我的双 buff， 我佛了。这怎么还炸尸了呢？我的大斧早已饥渴难耐了。感谢弗雷皮和麦盒蛋的甜甜，感谢开心一下子和阿雷托亚。终于有点乐子了。再来个2000的抽奖啊！有大气的可以送点大气，兄弟们。积木是吧？积木！哎呦，积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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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有大气可以送点大气，我们这福星挑战任务没过去，差15个大气，兄弟们，快点，差15个大气，出啥呢？可血战斧。把铁刺鞭放在第一位，不行啊，还需要大气，我们还需要大气，大气还是不够啊。那一个人送一个就行，不用一个人送好几个。顺便我们直播间还有个2000的抽奖啊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。哎呦我积木，积木是吧？积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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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铁不回头，积木。瞒着是吧？瞒着，瞒着，瞒着，瞒着是吧？瞒着。先捡个斧子。耶！致命减盐，死接回血。哎呀，没回血。
给我下葬了。谢谢偶遇偶然的幸福的飞机，感谢偶然的幸福的飞机啊、哦！掠夺吧！开大减护甲，我知道，我刚才开大主要为了加攻击力嘛。加攻击力直接把他抠死试试能不能？他闪现了。为什么玩积木？为什么？为什么玩积木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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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敢在我这里玩积木？我应该点个行进速率，我就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为什么要玩积木啊？为什么积木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洛克法的力量激进了，致盲我。谢谢 AK 扎若 Q。谢谢扎若 Q 的飞机儿啊！可恶的积木居然骂我，骂人是吧？积木快跑、哎、打不死了。还有我积木，积木的虚区有点高啊，出个西地海。410395，来个三速海。我正要去。我先去打个红的。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我来找你了，积木。谢谢麦盒蛋甜甜的飞机儿，谢谢谢谢。为什么积木瞅着我不走？为什么积木？这到底是为什么积木？为什么积木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谢谢龙哥的飞机，感谢龙哥的飞机啊！谢谢谢谢。还有三分钟开奖了，现在还是五分之一的中奖概率啊！一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为什么妖德尔人要抽我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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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隔血战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对不起，我操你猴子！应该不会没。谢谢最好的我们和阿尔托雷亚，感谢感谢。阿托利亚啊，谢谢阿托利亚。
特米亚的飞镖。我正要去。哎呦我鸡母！切切切！回家了。正在高涨。湖的换一下蓝光，他每天这个点原话都恢复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。其实我应该出血手的，我。不过算了吧。大没好呢，等大好了去下路去。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，一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现在只有七分之一的中奖概率。走的五个飞机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大气，谢谢老板，谢谢深山捏妈人。还有四十秒开奖啊，最后四十秒，一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ADC， 还有这 ADC 机器人，机器人，快跑！谢谢阿特尼亚。嘿，救援！谢谢跳跳加油的飞机啊，感谢感谢。哎哇，对不起，你也进来呀，来，我们俩在草丛里边等一会儿啊，关键我差点钱你知道吗，行动吧，我差那么一点点的钱，小法师让我们在这里等一下啊，这里我估计没有眼，在这等一会儿。还有我 ADC 还有我 ADC 居然想跑 ADC， 是你瞅个屁，科学大夫致命点燃，哎呀死了，我打一个闪一个，我打一个闪一个，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个闪现，
闪现制造者。咱们家还有个维克托呢，昨天晚上忘记重启路由了，我估计今天五点半还得断一次网。为什么要吵我？为什么？这老些人，你为什么会忘记重启？昨天晚上给忘了，什么意思？这是要干什么？给我追！我操你猴的！红应该有吧，打个红吧。哎我积木，行动吧，到我了积木。为什么敢放E？算了，我正要去，还追，还追，是不是还追？再追一下！哎呦我 ADC！玩不够了，你瞅个！哎呀！别！狙击人啊！狙击人，特血战斧，回家出个血手。还有没有跑得快的装备啊？移动速度，来个绿叉怎么样？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，绿叉还给我们加点攻速，我觉得不错。哪来个瞒着，把跳弹给他打了。掠夺吧，没两双鞋子那有什么用？哎呦我机器人瞅我，机器人 ADC 为什么要瞅我？ ADC 反向开发，我谢手，我有谢手，
给 ADC 吓坏了，你知道吗？咋不暴击呢？这暴击斗篷买的是假的吗？啊，暴击了，他连暴两下，所以说即使15%的暴击也有可能连暴两下，主要还是看人品。哎呦我 ADC 积木，你这个积木，我有血手，刻血战斧，完了，给我蹬了，哎，哎呀，怎么办？啊！哎呦，我操，这一刀！出个绿叉，把风龙打了吧，打个小龙去。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哦，这蛮子。哎，你说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就是喜欢先出无尽呢？暴击也不够，就先出五啊！瞒着暴击够，我的问题。啥意思 ？ADC， 啥意思 ？ADC 是啥意思呢？小法师，跟我机器人，俺俩今天指定没完。我跟你说，上回就你。交闪现，你敢出来吗？哎呦，积木，快把积木杀了！我卸手了，这蛮子打我挺疼的。我给你个跳劈，投降了。